为什么要来？这事是来调查一些事。什么事？我们内部可能有内奸。内奸？难道是在说我吗？这个嘛，你和唐森司令之间可能有点误会。 真的是在调查我。这个藤森，他一向和我过不去，这不是在泄私愤吗？啊！冈村将军，不要生气，大敌当前，以团结为重。如果调查清楚，将军你没有问题，那么既洗刷了自己，也消除了误会，这不是一件好事吗？ 哼，这个藤森居然瞒着我做这样的事，这不是在背后捅我的刀子吗？藤森司令嘛，可能对你有一些成见，这个他不让我告诉你。 谢谢你的关照。报告，有两个皇军教官被杀了。嗯，在什么地方？还是自治军训练营？一定是特遣队干的。特遣队？他们想干什么？他们。 想转移视线。转移视线。对，敌人有一个大阴谋。请。鬼子来了。 放开自己！是。你们到底怎么回事？我们也不知道，我不知道教官怎么死的。你们就是一帮粪土，怎么可能的？真是一帮没用的东西！放开！队长，鬼子到底要干什么？鬼子进去了。进去。 把他们枪下了！嘿，统统带走！嘿，快走！快走！走！
快讲！我们不打中国人，快跑，快跑，快跑！我们不打中国人，快跑！能走？还不快跑，找死啊！快走啊！死了，真可惜，就来了这么几个，他们还会来的。那咱们撤吧，我们留下来。为什么？这叫出其不意，敌人以为我们一定会撤走，他们会在周围的山上搜索，而这个地方反而是最安全的。吉米，你说呢？艾丽，成军是专家了，我看行。好，这个地方有吃的，有喝的，还有住的，我们先不走了。队长，这些尸体怎么办？自然会有人来收拾的。那不还有一场恶战吗？先休息一下，准备战斗。是，走。在前面，快跟我走！前面带路，我们后面紧跟其后。哎，快跟我走！哎，哎呀，你臭美什么呀？打仗又不是会相好。哎，你不知道有句话呀，这做鬼也风流。知道吗？晦气晦气。来，吃。堵住你这张臭嘴。
怎么会是他？没发现有人，笨猪，都搜过了。嗨，那边再搜。嗨，是，好，准备进城，走。好的，收到。江会长，特遣队来电。马上和八路军方面取得联系，这个黑牡丹究竟是怎么回事？对，是这个叫雅琪的，一个非常重要的特殊人物，特遣队急需这个情况。对，这关系到南平城的大局。队长，这封条原封没动，看来是没有人来过。
那咱们快走吧。再等等。看，他来过了。啊。他为什么不等我们？你们两个，到对面躲躲，我在这儿等着。吉米，把小梳子和小镜子给我。你这目标太大，太危险了。队长，还是我来吧。少啰嗦，快给我。快给我。快，行动。是是。别动别动。别动。于队长。啊。令队长。艾丽。吉米。我们那边说。走。好。吉米。你还挺厉害的，知道我的厉害了吧？这可是小意思。来，喝点水。我先喝口。走。艾丽，请进。是。于队长。哦。情况怎么样？还是没有接上头，急死我了。我试了各种办法都不行，我甚至怀疑是不是有这个深藏在敌人高层的黑牡丹。有，真有。看这个，是黑牡丹，让我们除掉关相会。林队长，
这是怎么回事？我见到他了。谁？你我都认识的雅琪小姐，雅琪大佐。是他？嗯。这怎么可能？这其中会不会有假？现在还不能完全确定。我也在找，为什么要除掉关向慧？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除掉关向慧？你们不是有电台吗？和你们的上峰联系上了没有？联系了，上峰也不确定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个神秘人物不是我方面的，而是你们八路军方面的。很多东西还需要两方高层的沟通，也可能涉及到高级机密，所以眼下还不明朗，或者说对我们还有一些特殊的保留。那怎么办？目前只能冒险。你当我就那么不禁打？刚才啊，我是手下留情了。哼，骗人吧你！这黑咕隆咚的，你能知道我是谁？我知道是女人。你怎么会知道？我闻到一种味道，好像是香水什么的，以前我们见过，那时我就闻到过。原来是这样啊！哎，这事儿啊，你可千万不要告诉我们令队长。为什么？我那是偷偷用的，为了这事儿，令队长可没少罚过我呢。他不让我用，不过呢，我是用习惯了。习惯了？这种东西有什么用啊？男人啊，都喜欢这种味道，这叫啥？女人的味道。不跟你说了，说了你也不懂啊。季敏，说什么呢？没什么，我说我讨厌男人。关警长，警长，你听着，要是有人来找我，说是叫吴表哥的，马上告诉我。是，罗副官。陆副官，哎，关司令来了吗？来了，又出去了。出去了？到什么地方去了？关司令让保密。好好，他可能忘了，他约我今天有事。啊，来，兄弟。啊。尝尝，这可是有个朋友从上海给我捎来的。陆副官真够朋友。嗯。你可能不知道我跟关司令的特殊关系吧？知道，你是关司令的救命恩人吗？那还对我保密吗？我糊涂了。是这样，你说啊，这关司令的。站住！干什么的？长官，我找鲁副官。你是什么人？啊，我是他吴表哥，麻烦你通报一下。啊？哦，你等一下啊。啊，好。
表弟，我是你吴表哥。啊，吴表哥啊。啊啊，你怎么来了？哎呀，见你一面真难呐、啊！我呀、啊，腿都跑气了，才打听到你原来在这儿当官了，混过了。见你一面、啊、真难呐、啊！别说那么多了，我还有公务在身呢。哦，说吧，什么事？哎呀，家里啊有急事儿，急死我了。吵什么？这里是什么地方？来，这边慢慢说。啊啊！怎么样？我们接他去。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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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行，我知道了。你们放心吧，包我身上的。啊！你要当心。我说的都是实话。是我亲耳听到的。你可不能撒谎，你应该知道撒谎的后果。啊，知道知道。特使阁下，可以了吧？可以了。关司令，你可以出去了。嗨。这也太可怕了，冈村将军怎么会是间谍呢？这不可能。哼哼，没有什么不可能。他这个人呐，潜入中国多年，谁知道他都干了些什么。嗯，结论尚早，调查才刚刚开始。哎，怎么会在这儿？啊，是唐三将军找我有事儿。嗯，嘿，来，于队长，喝水。啊，索菲说关相会已经向藤森报告了偷听我们说的话，很可能已经引起了藤森对他的怀疑。这两个人一直有矛盾。另外，从日本本土来了一个神秘人物，关相会今天被召见了。嗯，果然是这样。嗯，黑牡丹在策划一个反间计。嗯，但是他孤掌难鸣，需要我们的配合。冈村，这是天皇特使川崎阁下。川崎阁下，在下冈村。冈村将军，我要调查几个问题，请你如实回答。调查我？怀疑我？这是怎么回事？我要提醒冈村将军，这是天皇特使。你必须老实回答。好，你问吧。你在中国潜伏多年，从东北到北平，再到大陆的腹地南平城、大峡谷等地区，认识了不少人是吧？是，我的挺进队立下了汗马功劳。但大峡谷地区的失败，你有不可推卸的责任。是，不过先不要辩解，
目前活跃在南平城的抗日先遣队，八路军的武工队。你认识他们吗？我和他们曾交手多次。你怎么评价他们？他们非常狡猾，非常勇敢，非常难对付。但是有一些奇怪的现象，有人暗地里同他们联系，向他们提供情报，给他们提供方便，甚至南平城的防备地图也到了他们的手里，这是怎么回事？这个我正在动用我的力量侦查此事。查到没有？还没有。这个观象会是怎么回事？哈，这是我的得意之作。观象会是八路军的高级特工，我跟踪了他很长时间，成功的策反了他。这个人可靠吗？可靠，所以我才任命他为自治军的司令，招兵买马。你可以确定吗？确定。就是这个观象会，他反映你暗地里和特遣队、武工队暗地勾结。什么？你就彻底泡汤了。我这不是着急吗？急也不行，杀一个观象会是小事，换了计划那可是大事。怎么样，索菲说今天上午港村一定会来找观象会。好，观象会一定会露面。于队长他们呢？都已经准备好了。